坠落，远处烟火，点亮了寂寞，这片夜空。这座城市每个角落，是否有一个属于我？要用多少结果来证明我存在过？这是凌晨两点的北京，孤独的人还在路上没有睡去，有人打包着行李问明天往哪去，多少个日夜已记不清，凌晨两点的北京，这何时来到天明，日复一日的轨迹。Cheers。